看英文方面的消息，毛泽东的时代，毛泽东的演讲家用镜头记录的台湾，也有几多的面貌。特别是美术馆，在民国百年，如策划的，经过140年，由117的艺术家用台湾来做主题的百年洋相展，规模过大，邀请民众向下回顾台湾洋相艺术的发展。富拍影像记录下日本史的细节，甲台湾风貌、动身法、悠悠扭扭的历史戏份，列台湾快门三杰客之一，美系客家有名代表人物田南光的作品。南位含有八个界岩人家，总共有270件，都清朝细节，及其到民国将近140年的影像作品，精彩呈现的身份图台湾的原住民、汉人、平地人，含有新住民列着各文化背景移民的身份景象。品质、老数量都是最全罕见的。今天看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能够让台湾的影像做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这个等于是一个长流啊，能够同时的能够呈现出来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心里是非常感动，也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感到安慰。出台湾跨20年代200个岩人展，和清闲的木琼荣岩人艺术形式，有传统的没有群体信息的美术岩人，都是俊皮的年人，都被美观还有国民建设冲突所夹出来参展的。恩上的展出三张页，民众去到发布参观的细节，其实没做得许多燃起度的美术馆，来享受一下台湾百年洋相之美。下个新闻，潘锦露分享。